哎呦，什么？我看空的，真的是空的。各位观众大家早，我是玉，啊，后面那个是我们的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熊，这位是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熊，他是工具人黑熊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熊，我位新觉江现在找贺百货，大家好。哎，别，大哥你别！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A。好，开始了。我们现在位于新觉江路口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德赫，就大家都知道德赫百货嘛，标题都有写嘛，就介绍个屁哦。中文跟他们抽的是同一家。哦，对。你以为这样你就会有喜气吗？没有。会。你看，我跟碰过的不一样。完了，你这么相信铁牛啊？好吧，突然有点自信砍半了。好吧。好啦，我现在一样准备十张的，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了。哦，你又要撒1000块到水沟里耶？不会，贺百货其实不错，我只好奇。好啊，来啊。好，来啊，抽啊。而且你看那个11号，感觉起来就是。是什么啦？非同一般。好，来，我们先从11号开始，来，来11号，哦，11号。来喽！我靠，我好像掉不下来。今日第一抽，来摇摇看。不是纸，可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差。这东西我有了，在台北抽到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哈哈哈！真心话大冒险。这是第4个了，不错啊，还有夜光效果哎，我觉得这好太多啦，竟然，哎，你可以抽快一点吗？很热哎，好啦，12号码，反正你是不可能出现你的相片在这里的，你就不要期待了啦，可以，你都抽那么久了，哦，那么重，这个声音我不喜欢。为什么？输压闪，你这压力很大啊。对，现在压力越来越大了。真的，哇，输压闪已经，而且还是盗版中的盗版，盗版就是盗版的盗版，比盗版还要再盗版。可恶，亏我一直帮贺百货说话。啊，你不是说贺百货很棒？抽在哪？好，我把12号抽完。好，抽啊。12号抽完。抽啊。抽嘛。我想中这一次。来。我看会不会又中垃圾了呢？垃圾，哎，这什么？还有不一样的东西呢？输压棒，完了，输压棒这个东西啊，有啦，真的有输压棒。哎，是风铃哎，无脸男的风铃。哪里是风铃啊？看啊，是无脸男的风铃哎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。好可怕哦！是不是好一点了？哪里好一点？我觉得了。你会用吗？我，你敢在家里挂风铃吗？我不敢，我怕哪一天晚上我没看得去，就有它响，我就怕了。我把12号，我真的觉得我跟华生一样啊，他刚刚有一幕是完全笑不出来，你太快了。哦，哇，好扎实哦。是吗？看，我第一次抽到这个。是假钞，那是钱包。对啊，是钱包。Ken 常在台南抽过。哎，黑熊，我帮你拍这个乐色。我不要，我压力好大，我不要，我压力好大。拿出来，换手机。换手机。我可以3张，来是零用钱。最好是什么？我可以截图吗？截这一幕，你拿钱给Bambi，然后去网络上造谣。好，你说这样啊？对。300给你抽，对，然后截图咔嚓，欸，不是你，这样又直接走了，好像真的是不造谣不行哎。来给你抽，最好的话是。最好是什么？有音响。音响。对。负离。抽几号？11。对。我是觉得要换神器。好重哦。完了，茉莉花茶。未来这里不会有茉莉花茶，你确定吗？这搞不好是月光宝盒孤儿院的分店。哈哈，你压力指数是不是随着输压骰的累积越来越高了？
真的吗？来来，这两百块给你。认真，认真。来，没关系，我等下帮你拿。嘿嘿。来啊。三十三。完全没有任何挑号码的感觉。没有号码已经完全不准。会中就是会中嘛。哎呦，他没有声音。没声音哎。声音哎。认真。好，完了，沙沙声，沙沙声，啊，不错，哎，猫咪呢？是吗？零钱包，哎，这好像可以，这好像可以，它蛮可爱的。这个如果正版的话，大概两三百块要啊，但它一定不是正版的。不要这样嘛，好，交叉一点，好。你抽几号啊？十二。因为一剩最后一个，我觉得说不定会放后面。哦，我没有看错了。好，后面那么多个，哪里像最后一个？哎呦，什么？我看，我看，空的。我也是空的。英雄，是啊，没有了。自拍棒了，不能吧？好了，聪明。哎，你这好像第四支自拍棒了哈。你知道跟你一起拍这个，我也已经看到一些东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你知道吗？用钱最后一张，我用钱，我就来个四三号好了。四三号，来接近底部的。拜托，来一个吧。哎、欸、嘿，我没按到录影。棒棒。再来录影。这个分量。哦，好重，好重哦。这个分量。很重哎、欸，这真的很重哎、欸。哒哒哒哒哒。自拍棒拍住，哇！哎、欸、嘿，你是不是很爱自拍啊？我剩两张，来黑熊你抽一张。我可以按十二号吗？不行，太空了，我要按屌。二十二，希望有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按确认呢，他就吃掉了。啊、沒只有个位数才按确认。妈的！哎呦！黑熊有声音了，你要摇吗？有？没有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，真的没声音，真的没声音。哦，那是手上的声音。对，那是我手上的声音。哦哦哦！不会吧？我好怕，你不要！你哎，先把你的脸盖住。哎、欸，我用镜头把它拨开。这什么？靠，难怪没声音，这是环保吸管。爱护地球，我地球三，所以他超爱地球啊。有，我有。哇，还附清洁组哎，哎，这不错啊。这位姑娘，我看你很有缘，这个就给你了。你认真？我原本就是要抽给观众。真的吗？那你这个东西再加运费，每个大概三十块。那我不客气喽。可以可以，你看。谢谢黑羽。做善事感觉就是不一样。二百货孤儿院。剩最后一个了，来，翔哥选一个号码。四二，你会不会抽到大奖？四二有抽过吗？四二有抽过吗？好像还没，好像还没。四二，完了。四二，很安静哦，很安静哦。来，我们来听他的声音。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哎，哎呦，很轻哦，很轻哦。有 feel 吗？很轻啊，重了吗？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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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响。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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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来。我这里我要 key 那个小当家的音效。哎呦，哎呦，是无脸男。无脸男的这是什么？内裤。无脸男的内裤。来一个。不止一个。啊，是啊，那那个，那那个应该是口罩。好像是，好像是口罩。然后他要放口罩，然后你要进关吗？然后就放其他的音效。好啊，谢谢贺百货。那个刚刚他说贺百货营业时间是三点。意思就是三点过后你可以打给他，假如有抽中东西可以换。然后我想说，反正我也没希望，我也抽不到東西。所以你这些东西全部都要丢到回收箱吗？对啊，没有啦。好，这些东西之后可能会抽给观众。我现在已经有一大堆垃圾，没有，有一大堆好的东西。你的意思是你要送观众垃圾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。啊，很棒哎！看我这么开心。哇，好猛哦！对，好棒哦！好，你赶快做 ending 啦，你不是还要去抽下一通啊？对啊，如果你们想要抽的话，也可以来试一下。只是我真的目前从来没有抽过好的东西，黑熊也看在眼里。对啊，如果喜欢我影片，可以在下方按个订阅及喜欢。
那也记得去订阅我们黑仔熊的频道。干，在我们三十五岁的 APP 还是有一次在那个观众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